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场第十三届精英杯全国篮球锦标赛南山高中对上高院工商男子组季军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张天雅。那么在身旁我们会邀请到的球评是王成文。成文哥你好。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这场比赛两队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球队，那先请赛前为陈文哥为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战况吧。确实哦，这两支球队是一零四学年度的 HBL 四强球队哦，是，所以未战应该是大家都很期待哦。那当然在整个主力群方面也是蛮多的球迷也蛮了解的哦。当然在南山这一边特别的是他们有 U17 国手，有 U18 国手，没错。那在高院这一边呢，他也有 U17 国手，是。那他们的整个阵容来讲，在一个主力，洪凯杰这个手断掉裂了之后，在复原不打以外，大家都还有蛮多人上来打的，所以包括很多球迷喜欢的田浩。那这个球队其实还有点就是他们今年的新生哦，还杨浩伟方面哦，大家可以看到简赫宇，这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生。那南山这一边的话，它是以二三年级为主，尤其它二年级这一批是被公认是收最好的一整批，包括了吴佩嘉哈，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将正式的开始，球权掌握在高院的手上。邱元哦，这前阵子休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是，从六月底在西班牙受伤之后，到上个礼拜才归队哦。是，所以这阵子我们看到他不断的上场，是他主动跟田本元教练讲说他要出赛，是，因为他要恢复这个球感，即便体能是跟不太上了。好，这个球田浩想要一直打去买这个犯规没买到，是。还有这次精英杯进入四强的台湾的球队，包括现在的高院还有南山，还有能人都是相当多国手在球队阵中的。底线李家康什么关键尝试，一道短了，再捡到进攻篮板，往里面。给出来陈佑伟，再给黄建志，两分没有放进，篮板掌握在陈玉仁的手上。对，以高院的条件，他们一定是打快，是因为他们的整体来讲，如果慢下来打，跟南山打是不利的哦。中锋19出头，碰到对方的204、205，这都不好打哦。所以我们看到田浩，我有这个反应够快。田浩这名球员打法哦，除了他的脚步运用跟传球的能力还有视野够宽广以外，田浩他的反应非常的快，像他这种在禁区里面的小球处理跟球碰撞之后的立即处理，这个第一时间反应是非常快的哦。是，这下打球真的是一大特色。田浩第一罚把握住，让法罗把握住，南山今天的控球，陈佑伟也是在这个暑假经历相当多的国际赛的历练。对，陈佑伟从中国北京的训练营到西班牙的 U17， 到伊朗的 U18， 再到日本一地训练。是，他跟张镇雅还有吴佩嘉这三个人，光是这几个月去的国家就有四个了。没错。球员往里面突破的时候发生失误，球权回到南山的手上。李家康再给出来，洪建志在持球的时候高院犯规了。我们看到在新的一个新学年度的 HBL， 南山的阵容绝对是会让各队相当畏惧的阵容。对，真的是，当然了，昨天击败他们的能人加商也是颇受关注哦。以近况的磨练来讲，确实能人是更纯熟了。是。那其实看南山这个阵容，有一点就是他们这几个，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三个，这几个月来去了那么多国家，17、18岁多，他们其实有一点心理来讲是比较疲惫的。是。所以接下来南山要进入所谓的调整期。其实高院也一样，他们还要再打，大概就是长耀杯了。但是，真的是国手多，这夏天打的球多就比较累了。没错。田浩，哇，这里陈佑伟要封阻的时候，裁判哨音再起。其实现在跟他搭档的黄博轩哦，在场上他其实可以分担多比较多的，包括
传球跟掌控节奏，让田浩去打。因为其实田浩在今年的新学年，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过去大家会认为他是一号控球后卫，可是实际上他会有一段时间去打得分后卫，是没错，甚至于去专门打得分都有可能。原因就在于说他的进攻的能力，其实田文教练是有可能让他去在这方面做到发挥的。没错。这时候田浩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双能位，切入禁区。双能位这个球很快就要回来了。洪博勋比了一下，再交给陈玉仁，往里面分出来给到田浩。田浩一个人要分球的时候发生了失误，李家康。要突破的时候，裁判吹的是高院的犯规。李家康往里面分球，再给到外线。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对，今年吴念哲哦，应该是有机会被扶上啊，排到他前面去打先发，不然的话他也应该有蛮多的出赛时间哦，是来自明仁国中的球员哦。是。摩轩交给陈玉仁的时候发生那个失误，球被李家康给断掉。吴念哲再推进到前场，杀入篮下，吸引到了犯规。孙一斌的犯规也让吴念哲有两发机会。看到高院这一次的比赛，除了禁区原本的主将朱立勋，孙玉斌也有蛮多的上场机会。两罚中一，邱永元分给田浩，底线的出手没有，篮板掌握在陈佑伟的手上，给了吴佩嘉。面对孙玉斌的防守，制造了犯规。对，这是吴佩嘉现在的一个算是考验哦。他自己条件其实是这么的出色，那我想他其实，在可能平常的训练里头，可能在整个体能的储备上，以及技巧的磨练上，他可以加强。是，像这种球，他一对一单打，考验就是他的脚步哦。他比对方身高超过十公分，是。他其实只要慢慢打，一对一，照理说他这个球要拿下来。我觉得这个临场的稳定性跟发展来讲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没错。而且吴佩嘉如果能够再把他的进攻练得更好的话，不单单是对南山高中这边，对我们中华队未来也是国家队的一大希望。新闻员交给陈玉仁，交给黄博轩比了一下，底线的田浩，哇，一个人面对两个人，自己还只要进攻篮板。第二波再起的时候，吸引到了吴佩嘉的犯规。那同样的，对于南山的对手来讲，在碰到南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吴佩嘉打起来很辛苦，是最好让他没有办法在场上。是，因为这204的高度哦，这座塔在上面，其实对手打起来都很辛苦。没错，昨天能人能够顺利赢球，也是有封锁住吴佩嘉。田浩现在执行罚球。但这个暑假我们看到人人的比赛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临停签的球员在，临停签，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但开学他就月底他就要回美国了、哦，所以人人当然他的人手整齐，我觉得要在新学年打出好成绩是非常有机会的、哦。没错，李家康外线尝试没有，然后差点发生一个失误，给到黄博轩。谢文元往里面转身之后，
寻找机会，表里底线的田浩切入突破，分出来给到陈玉仁，身边完全出手，没有。篮板球的争抢，最后还是在南山的手上。张镇雅现在来到了场上，吴念哲底线的三分空档没有，篮板球还是在南山的手上。底线张镇雅三分外线的尝试进，张镇雅没有问题，你上场就有贡献，是我们高中篮球非常少见的高炮塔，没错，195的球员能够在外围不断的出手，那在定位来讲也算是南山举行教练也是非常刻意要让他去在现在还是一个34号都能打的情况，是田浩小黄座送给孙玉斌，哎，被盖了个火锅。陈宏伟再给到李家康，逼了一下吴佩嘉，南山要起的时候是吸引到孙玉斌的犯规，看到第一节南山的攻势蛮长，是会刻意把球塞给吴佩嘉的，吴佩嘉现在有两发机会，对，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合理的，我们比如说因为从上学年看双关高中，他在培养孙思瑶一样，是在阵地进攻里面，他一定会做到程度上的修正，让他这个主战中锋拿球单打，拿球单打。现在为什么要培养他的单打能力？这是为现在跟以后都有做好准备。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吴佩嘉，他可能去年来讲，他们比较多的阵地进攻是要仰赖到关达佑啊，像李家康这些去打，是或者简家伟。可是实际上今年来讲，开始我觉得吴佩嘉他就必须要开始有这么多的一个主动单打的一个。我觉得他也要求，那教练也要希望他这么做了。没错。哇，这一球，现在田浩切进去传球不长，比较多的是挑战篮筐哦。田浩个人能力真的很强。哇，这个时候孙玉斌上了一个大火锅，黄毛兄有快攻的机会，两分摆进。孙玉斌要扛吴佩嘉不这么容易啊，没错，吴佩嘉篮下这个球看到二破攻势起都造成了一个对方犯规哦，没错，在高中这个阶段有一支205公分左右的大个真的是很好用，其实我们在看现在的这一批他们二年级这一批哦的球员来讲高度都很高，包括吴佩嘉204，那还有松山的林正，以及台湾高中的韩杰龙，都是200公分以上的球员哦。那也很多球迷对这一批，那如果将又毕业的孙思瑶，这几届200公分以上的球员，这些个，是我们这几年来看是非常少见。没错，那就是看他们自己本身，因为常人真的是非常稀有，是稀有才啊，200公分以上。没错，所以就是要各自的努力去。我想很多人对他们期望并不是光现在高中打好，甚至是未来、没错，我用吴冠仪，男生吴冠仪去守简浩，就是用他的体型防守是比较被看到的，球员没有机会磨到最后，找到曾宇豪、张镇雅往里面切入，没有，不过吸引到裁判的哨声。那陈文哥你怎么看新选员度高院他们的禁区呢？我觉得这是蛮多人在看他们比赛时会去注意到，因为今天我们看来朱立勋在旁边没有让他上来。可能就是要磨这两个，朱立勋是先发，以这个情况来看是，那他的替补就是孙玉斌跟曾宇豪。是。那孙玉斌来讲的话，他这个本身的一个体能可能还要再做肌耐力上做加强，因为他本身得了这一个
他有生病，然后才回来上课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他要去做的。那曾宇豪来讲，他是比较没有经验，但曾宇豪的条件是不错，是195公分，有205公分的翼展，但是都还是防守端，他们都定位在防守端，所以其实如果眼尖的球迷会发现，他们好像有其他球员没有来，对，他们还有一个中锋是王靖宏，王靖宏现在人在加拿大，是，因为他有事回了加拿大去念书跟打球，所以他们的主战，他们的中锋其实来讲的话，人手不算少，但是高度却不是很足够。我们刚才提的，像松山他有200以上的，泰山他有200以上的，人人虽然没有，但人人的团队整体性是有的，没错。所以对于高院来讲，他们也当然希望这几个常人，那朱立勋是比较稳定以外，其他人要在这段时间里头接上来，所以我觉得这要再持续观察下去，因为以他们阵容，他们现在已经能够摆出一大四小甚至五小的阵容去打比赛，这个是一个他们要关注的地方，因为得常人有禁区，你才能够拼天下。没错。然后杨浩伟现在来到场上，朱立勋也来到场上，往里面分球，再给到杨浩伟，很远的距离拔起来，没有问题。杨浩伟确实是105学年度 HBL 要非常注意的一名球员哦，来自明年国中。像他刚才这个离到一步，大家觉得很远，其实实际上他投平常投两步了，他也在投、啊。没错，非常敢于出手，而且打球很敢拼哦。这当然。有些时候失误会偏多了，不过他很能打，是高院可以说新学年里面哦最被关注的新人哦。是。李云杰现在执行两罚，朱立勋的犯规。现在李家康回到场上，那高院如果在田浩还有杨浩伟这两队，这对后场的攻击能力是相当可怕的。这个时候突破的时候是吸引到了犯规，他们两个组合确实是这个夏天高原子在四的组合里面算蛮常见的，是。那这两个人打球都还蛮华丽的，没错。所以他们的组合其实，因为高原他其实打偏重在小个的运用上是蛮明显的，我相信新学员会蛮多人注意到这个组合，因为真的是打起来很吸睛啊。没错。但是球赛很多时候是需要稳定性啊。没错。李佳阳给他张镇压。李允杰回到底线的李家康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个失误，球权回到高院的手上，给到里面的曾宇豪。对，你看到这个包夹，南山其实大家都是会觉得他们的球员收入条件很好，然后潜力都够，所以在进攻端的关注比较多。可实际上南山他们要卫冕的本钱还有他们的防守，是守不住，你再会攻都一样。没错，你看张镇雅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了。第一节比赛剩下最后40秒，南山20-16暂时领先高院。然后再给到朱立勋，往里面硬起，要到了犯规。现在的高院他其实基本上两名中锋都是195左右，他们会去运用到这个点去打，因为没有了吴佩嘉，是，他不管是张镇雅或是黄建志都没有那么高，没错，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没有，但是这时候就要去运用到这个点了。是，朱立勋也要执行两罚。
第一发力道端了。两发都没有把握住，李允杰再分出来，李家刚比了一下，转身之后要到了犯规，加上这一波攻势打得相当的强势。李家康现在要执行两发，两发中一，田凯恩，没有，朱立勋再补两分补进。第一节比赛在这里告一段落，21-18，南山高中暂时领先高院工商。我们稍后再回到比赛现场。回到第二节的比赛现场，现在南山暂时以三分领先高院。李家康转身之后被挡下来，林凯恩给到进去的时候发生失误，黄柏轩比了一下，再回到田凯恩的身上，李允杰顺利的超截，往篮下的时候是吸引到了犯规。对，其实现在的南山的阵容哦，其实不高，他就是那些都是18级，有像李允杰，他就是一名中锋，他其实只有185高二球员，是要打的就是速度，防守跟速度，快攻反击哦。李允杰篮下没有放进，篮板争抢在杨浩伟的手上，然后漂亮给球给到黄柏轩，再分出来，给到田浩。往里面交给陈谢文元，发生失误，高院赶快犯规，往里面黄建志两分拿到。
家康再分出来。李家康比了一下，来步三分线出手，没有。篮板争抢，球权在高院的手上。底线的黄博轩，三分线出手进。对，其实现在南山他守的区域防守，而且他在禁区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空间。等到切入之后分传到底角的黄博轩接球就出手，是用外围去做进攻，其实是合理的。是。篮板球争抢最后还是在南山的手上。转进去、哦，这个球漂亮。对，吴冠宇的一个刀叉步转身上篮，他的特点就是到禁区打烂仗，这种肌肉碰撞，他是蛮敢于打的哦。是。上来做挡人，再分给朱立勋，禁区被挡下来，谢文元在篮下捡到，两分还是没有，篮板在洪建志的手上。哇，田浩很快的把这个球给抄了下来。哇，哇，这，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就我们刚才提的，球风真的是看他的打法、体能表现，甚至速度、爆发力都好。是。可是球的处理，其实我觉得田浩。他必须要去掌握球更精准，是，就是说你的临场发挥，他其实是需要球稳，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当然在夏天这时候，很多时候处理球，我觉得天门教练可能会让他的球员们尽可能去打有创意一点，是。在新选年南山的禁区不足配加黄坚志，可能也要扛起更多在进攻上面的责任。我看到吴冠宇拿球，这个球田浩过来守的就很清楚，把球给拿下来了。是。这球应该是王冠宇切进去的时候造成的犯规。球权依然在高院的手上，黄建志的篮板，地板球漂亮，两人配合，让南山再拿到两分。朱立勋持球举了一下，面对黄建志的防守，中距离跳投没有。吴冠宇在内线要球，往里面硬挤进去，两分拿到。对他现在来讲，看到他的一个表现越来越稳哦，他这个节奏掌握都非常好哦。是。在场边喊出了一个暂停，
回到比赛现场，杨浩伟身外线弹了出来，多少机会？陈佑伟力道端了，再抓到进攻篮板，往里面钻的时候是吸引到前面的哨声。现在陈玉仁又回到场上，其实南山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也知道高院一定是用小个阵容去打，所以吴佩嘉他其实不用上太多事，而是用小个阵容去面对。这不光是这一场对高院啊，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不同有几套的阵容要去为新学年做准备。是哦，万一，现在是越来越稳了。没错，今天的表现相当的不错。哦，田浩自己在篮下放进这个两分。当然给球给到杨浩伟，两人的配合啊，可惜杨浩伟没有放进。陈玉仁在篮下再补还是没有。篮板在陈佑伟的手上。黄仁志篮下，哎呀，这个就是篮下打板打过头，可惜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体能的消耗是，他们从日本回来之后，后来就来了这里的比赛，是，其实都一样啊。这种体能消耗他们也都会有，两队其实都有到日本，高院是到冲绳新南高校以及训练，是，那。南山这边的话，他到了日本去，其实是到四个地方去打这个异地训练的比赛。是，所以其实他们都在整个异地训练上，我想有些观众朋友知道，今年的夏天特别多球队这么做。没错。不要说甲级，我连乙级球队都看到有人异地训练。是。那包括赛事比较多，那整个训练等等量都有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疲累的状态打。所以他有些球为什么在这里打，篮下摆不进？昨天高院碰四川那个。快攻篮下没摆进的也有，就是看得出来体能上的一个消耗，但是对于各队而言，这都很合理，因为你夏天的比赛就打多，是之前精英杯还有一天打两场，是这种强度下打两场，其实长期下这应该说这几天下来非常的疲惫啊。没错。陈仁。里面进去的时候是吸引到前面的哨声，那陈文哥你怎么看杨浩伟这个新秀他在这个球队在高院未来的定位或是角色呢？我觉得还是会让他去在控球后卫这一块上去做发挥，因为他高中的时候，但是这对他来讲就是说，我相信田本英教练会给他很多的舞台跟空间去发挥。那我认为这名球员他其实虽然说他有这个天分跟条件还有潜力，是，但他进了高院，他必须要适应到这个系统。是，过去他的名人他是主力，到进来他也会是主力，但是
他如果当个控球后，他怎么样去跟这些学长们沟通跟配合？你要考量到了很多。你说投篮，像他的球，有些球投得真的远，那是不是合理的？虽然说他有这个能力投进，但是要看到整体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未来的课题。哦，防守，其实我观察过他好一段时间了，从他到高中练球，我去看，我觉得他防守其实在高中这个阶段里头，他得花心思去投入更多才行。是，你今天攻个进两分，回头对方刚打了两分，那你一拳我一脚就没有用。没错。所以我觉得杨浩伟他要习。他的球风确实是不容否认，是很吸睛，但他必须要去考量到是要如何融入这个团队，并且去帮助到队友更好，是跟队友间的搭配。打一些比较实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球队时，他的能力可以被凸显出来。现在打强队，冷冷也好，四川也好，包括南山，这都不同档次的球队，就是要考验他是学习能力跟调试的能力了。如果今年高院有办法进入四强的话，杨浩伟绝对是新人王的大热门。张振雅现在执行罚球，然后把球把握住。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最后3分13秒，南山暂时以35-25十分之差领先高院。这个时候球差点发生失误，最后是被张振雅给断掉，球回到南山的手上。张振雅再给到陈佑伟，张振雅抵了一下，再分给吴冠仪，转身之后挑篮拿到两分。对，他现在在整个脚步哦，往前的刺探步、转身的刀叉步，以及他的对抗性，其实他越来越多。没错，他的一个突破性是有的。那以这个球员来讲，他防守上，他其实是你看他的脚步在做，他其实是很敢打的哦。我就是我这个成功的防守，就是我刚才讲的，高中的对抗性绝对不是国中那样，所以杨浩文他必须得去投入到未来的重量训练等等都有。是，不过你这名球员现在就差一点。投篮，他投篮还不是那么的理想。是，如果吴冠仪的投篮能够练得更好的话，那南山又多了一个很好的进攻点了。陈佑威，还给吴冠仪，什么外线出手？没有，篮板在谢文元的手上。球差争抢之后，球权依然是在高院这边。第二节的比赛剩下只有两分钟，新闻员往里面切入，上篮挑篮，两分拿到。吴念哲三分外线进，所以在整个进攻上，吴念哲的切入跟投篮，我觉得就蛮能够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南山在人手上，大家会觉得哇，兵强马壮的地方哦。没错，哇，然后来得很快，两分可惜没有。陈耀伟，南山快攻，多少机会，两分直接拿到。对，吴凯翔哦。其实南山即便是换上板凳，他们在整个阵容上、人手上还是够整齐的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那在国手、哦、他们在集训这段时间里头，这几名球员在夏天都打了蛮多比赛的哦。是，谢文元再分给田浩，底线什么就出手，哇哦！而且还有加罚机会，可能是一个四分打。哇，3+1这就少见了。没错。所以我看到田浩这段时间，你看他接球，他不知道找错，他接球是看篮筐，只要攻篮，不管是切入或是投篮。然后执行这个罚球，啊，可惜没有罚进，四分打没有把握。篮板在张振雅的手上，
前后外往里面出来，欢迎比了一下，往里面杀进去，可惜没有。篮板在陈玉仁的手上，田浩给球给到黄博轩，反手上篮没有，再补，可惜。田浩盖的传球相当的有创意。第二节剩下最后的26秒，给了吴冠一，转身之后分到篮下的张镇崖，可惜没有放进。要给到黄博轩的时候，球是被南山给拨出了界外。现在场边上喊出了一个暂停。再回到最后上半场11.9秒的比赛现场，今天这场南山的非国手拳其实表现得相当的出色。其实我觉得这就真的大家讲，在不愧是 HBL 的传统强权，甚至有用豪门来形容这球队，是主要就在于说他们的球员的阵容整齐，那球员素质也真的是够水准，是啊，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夏天的备战里面做得非常的充分哦，不是只有光靠国手打而已哦。没错，最后掌握在高院的手上，朱立勋持球传打吴冠仪。再发小球给到陈玉仁，计算还有小上加一的机会。刚才朱立勋跟陈玉仁这两个在进去的配合相当的不错，让陈玉仁现在有进小上加一的机会。对，现在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在洪凯杰受伤了缺阵这段期间里头，陈玉仁必须要去扛起这个进攻的得分主力的角色。是。哦，他本身来讲的话是打里头，但是，田边教练也好，刘俊辉教练也好，也都认为陈玉仁其实是有能力去转到外围。是，但在整个球处理上，三分球其实陈玉仁已经在投了，而且他在今年的世青哦，跟他聊过，去到西班牙，他也是学了不少。是，啊，我是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因为他真的有这个能力，190面框背框都能打哦。没错，而且速度也还蛮不错的。看他在最后0.6秒的时候，高原是犯规。然后吴冠仪有两罚的机会，第一罚把握住，两罚都顺利的把握住。好，这个时候南山市请求暂停，
回到上半场最后的比赛，只有0.6秒。看一下男生怎么执行这最后0.6秒战术。然后篮底下有佩佳，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上半场结束，南山高中44比32暂时领先高院工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下半场的比赛。回到下半场的比赛，那我们也请陈龙哥为我们分析一下上半场南山高中领先最大的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在防守上，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效，让高院在整个进攻命中率上是下滑，这个其实是就是一个有利的点哦，不让他们打得太顺。哦，那在进攻上，我们也提过，不管是这些拥有国手之力的球员也好，或者是替补球员，其实他们都做得蛮好的，尤其是板凳上来之后衔接的这个战力是非常清楚的哦。是。球员再给到田浩，比了一下，还是没有。篮板掌握在朱立群的手上，那个杨浩伟，很远的距离就尝试进。杨浩伟个人本场比赛第二个三分球。对，这个球出勇，我们看得出来，主要还在于说篮板球还在他们手上，这就表示说，哎。再增加了一次出手的机会哦，这个是蛮重要的。还有地板给球给到陈佑伟，差半两分拿到。其实我觉得新学年的李家康我还蛮期待，因为高三的李家康，他其实是需要去证明他可以一夫有一夫当关，是万夫莫敌的这个气势跟能力去统御这个球队。没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学是苗栗大同国小，李家康是少年篮赛冠军最突出的球员。是。他国三的时候帮助了苗栗名人国中拿下了全国冠军，他也是表现最突出的球员。是，他去年二年级就帮助了，今年高院南山拿下了全国冠军。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在每个阶段里头都能够证明他是最好的球员。那
想当然我会期待他高三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没错，所以说张镇雅在这里砍进了三分球。朱玉群再给到田浩，田浩往里面比了一下，横出来，杨浩伟又是在三分线以外一步以外的距离，这球就稍微偏了一点。王建志往里面杀进去，两分拿到。那黄建志的话，我觉得他的表现在于说，他就是我认为他的三年级以他球队定位跟他的一个表现，应该不会有太，我认为用长足进步来形容并不过分，因为黄建志其实是一个蛮稳定的球员，所以他能在整个进攻、防守这个火锅上，他们都他的弹跳力真的惊人，他是有名的跳人呐。是，可实际上在整个进攻里面，你看他并没有主动的单打能力，是他防守上可，但是我觉得他进去里面的这个苦攻其实是蛮重要的哦，所以还是在防守端的定位比较多啦、哦。是。杨浩伟很快的推进。面对到李家康的防守，田凯恩再分给黄柏轩，杨浩伟身外线没有进，球再给到李家康，吴慧佳进行单打往里面。所以这一球我们看到郑玉豪就用犯规去阻止吴佩嘉，这其实是郑玉豪未来要学习的地方，经验要累积哦。这其实是最不得已的做法。哦，你怎么用自己的一个犯规去换来阻止对方？这就是要学习，你是脚步要跟上，去让他不是那么好出手，才能够达到效果。用犯规都是不得已的。没错。回家两发中一，今天的罚球表现不是非常的理想。杨浩伟再分给田浩，田凯恩给到田浩底线的位置比了一下，分出来给到杨浩伟，三外线出手没有，哇，连框都没碰到。哇，黄建志身体对抗，两分拿到，哎，终结了这个攻势啊。是。田浩三分线出手没有，吴佩嘉篮板。陈伟再给到黄建志，篮底下的空档，张镇雅再给到吴佩嘉，吴佩嘉两分拿。对，这就是一个空中作业啊。没错。都在二楼处理哦，这就是高度优势啊。篮球还真的是一项很吃身高的运动。田浩再分出来，往里面的时候发生失误，黄建志再给到张镇雅，多少少机会，黄建志两分左手上来拿到。这是他们，你看两只都是有高度圈投外最成头，是整个整体的移动速度是够非常快的、哦。黄柏轩往里面切，郑宇豪地板球给到田凯恩，两分抛投拿到。
陈佑伟往里面杀进去，两分拿到。陈佑伟在暑假经过很多国际赛历练，想必在禁区的对抗绝对是更加不会畏惧的。对，陈伟这名球员就是够稳哦，这也是他的特点哦。是，他整个看到这个传球，哇，这是从国中到现在哦，应该有个四五年的基础了，因为黄建志是他金华国中的学长，大他一届啊。洪博轩比了一下，没有出手。那给他孙玉明的时候，被吴佩嘉给点到。的犯规球权依然在高院的手上。陈一鸣地板球给到田浩，左手挑篮，两分拿到。吴冠颖命令到田凯恩，吴佩嘉在里面要球。往里面切入，吴佩嘉赏了一个火锅。李佳康垫步之后，在篮下，孙一斌第二波再起的时候，李佳康是获得了罚球机会，第一波是被孙一斌给封阻下来，不过李佳康自己在抓这个进攻篮板。可是吴佩嘉的球在篮底下没有把他好好卡住哦，他在篮下是予取予求。是，你要考验吴佩嘉罚球的，今天的命中是比较不理想的。两发都没有把握住，篮板在邱明元手上，给到田浩，从外线直接拔起来出手，没有。篮板球争抢最后是在南山的手上。所以同样的情况，我觉得要做调整，就是田浩他在新学年，他如果要去打二号的话，他整个出手选择可能。这是他要去缴的学费啊，因为打控球跟打得分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没错。邱明元的犯规也让李佳康现在要来到了罚球线。里面分出来给了黄博轩，比了一下，在往里面传球的时候发生失误，
我跌不在起的时候是新一道的犯规。关于收球之后两分拿到，对他这个条件哦，真的整个移动性187公分哦，看到他这个垫步收球，是，我田浩相当漂亮的这一球。第三节结束，南山66-41暂时领先高院工商，我们稍再回到比赛现场。回到第四节的比赛现场，那陈文哥你怎么看今天南山表现相当出色的吴冠宇这位球员呢？我觉得他就是一把刀，就在整个锋线上，那他的一个对抗性，看他脚步跟身体对抗，还有他的投篮，其实他投篮当然现在是比较没那么多，是。那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身材，他在对于防守方面的一个表现，是。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期待。我觉得他不是国手，可他在场上他就有他非常明显的作用，是。那就是看他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球员哦。是。球员再给到外线的队友，往里面，脚上多之后再分给朱立勋，比了一下往里面。两分的插板拿到，这个时候南山发生一个失误，底线比了一下，陈玉仁再给到谢文渊，陈玉仁什么外线出手没有，朱立勋的时候发生失误，
电步收球之后两分拿到。哇，田浩在杀入禁区的时候是吸引到了犯规。田浩两罚机会。两罚中一，在这里快攻的时候，吴凯翔发生了一个失误。现在杨浩又回到了场上。田浩往里面杀进去，再分出来给到朱立勋，两分拿到。对，这就是一个你在整个破掉对方的防守之后的快速的布局，那运用到中间的这接应点，就是朱立勋去做攻势的终结。是，朱立勋的罚球没有，朱立勋再抓到这个进攻篮板，在篮下再起没有，球权是在南山的手上。在不争抢之后，球权依然在南山的手上。陈玉仁抓这个篮板，反攻机会，收球之后是吸引到了田浩的犯规。现在上来的魏佳豪，他应该，我的估计他应该是新学年会报到正式的名单，高二球员，还是明年国中的球员哦。是，因为陈佑伟下去之后，必须要有人来担任。没错，控球位啊，我觉得魏佳豪在这段夏天里头得到蛮多时间的。两分篮下补进，毕竟在关达佑毕业之后，要有更多人补齐这个后卫的位置。田凯恩，杨洪博轩，抵了一下没有出手。吴杨浩又是一个很远的距离进，杨浩伟的外线都是很远的距离啊。陈玉仁做个低位打动作，转身之后两分拿到。对，格伦进了之后就开始压迫了。是。现在场面喊出了一个暂停。再回到比赛现场，
我漂亮的给球给到跟进的吴彦哲，两分拿到。那今天其实南山目前在进攻上面蛮多的这种配合，不过像杨浩伟现在三分外线命中不过比较多，高院在今天的攻势就比较多，留于这种单打独斗。对他们在整个团队配合上就可能比较没那么多。那我有要提的是，其实高院在夏天的比赛里面哦，包括釜山杯，包括姥姥杯，还有去赴日本一地训练，甚至还没暑假之前的佩林宫圣母杯，其实他们都一直在做尝试。是新的阵容哦。那有些时候你打这一套阵容跟下一套阵容，它其实不是那么常打，就是要磨练。没错。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快攻的机会，两分没有，再抓进攻篮板是被田干的断掉。杨浩伟也是在很远的位置比了一下给到田凯恩，第二波再起还是没有，篮板在南山的手上。哦，这个外线又是顺利的命中，念哲。然后现在持球再分给朱立勋，往里面要他犯规。两发都把握住，哎呦，这个球直接传到黄伯钧手上。这一球又出了界外，那陈哥，你觉得高院在新的训练度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是哪一部分？我想刚才主播提到包括禁区啊，那我想这其实蛮明显就内线，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太过高大的球员，那所以在整个禁区的攻防上他们需要更加的积极才行。是啊，还有一件事情是可能观众朋友也不大知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是他们这一阵子以来在专门帮他们做体能训练的庄龙勋，是过去新农高中的球员，在美国念完大学回来，庄龙勋他这阵子要去服外交役了，所以在没有专人去做到状况训练的一个，当然听说是要让廖军官教练会去跟啊，会去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状况训练这件事情，抛抛对抗，整个储备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你没有高度了，那你宽度总要有所准备好，这很明显。那我觉得这是一点。那当然，因为这个夏天他们都一直在做尝试新的阵容，我觉得包括伤兵的一些陆续问题，谢文元受伤还没好回来的时候，冯凯杰就受伤了。是，所以这些主力的伤病，我觉得健康状况会是他们在新学年也要注意到的事情、是。那刚才我们看到杨浩哲在跟球队的融入，这次方面他要努力一点以外，那在田浩他去打二号，或者是他又要有些时候打一号，这个定位跟整个他对于比赛的内容解读，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了。是。那有一个事情是我之前有写，就是现在伤病的洪凯杰。我认为这名球员他有天分啊，他有能力，但我觉得他必须要在投篮这方面的一个专长上更加的发挥。是，就我在我的写作里头提到，台湾能投三分球的比比皆是，但是他有潜力去成为一名好的射手，他应该在这一方面就尽可能的把他投篮提升到更高。是，你如果今天
你拥有一名神射手在阵，即便你没有高大禁区那些，你还是非常有破坏力。没错，所以我觉得各环节来看，高院都还在磨合啦。是，在这又是一个很远距离的三分球，杨浩伟是没有投进。吴凯翔再交给禁区，林允哲两分没有摆进，篮板在黄柏轩的手上。这个时候是吸引到南山拳的犯规。这南山的中间的24号球员李允杰哦，蛮特别的，大安国中来的球员，他现在才高二哦。是。他185，80公斤，其实就身材来看哦，他到底要打哪个位置呢？实际上，他其实我的观察是他要打中锋。是。那我问过徐新佳，他说其实李允杰是3、4、5都可以打。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能够在外围投篮，他能够要进去缴获，他其实是定位在苦攻。是。我说我常常跟他讲说，哎、欸，你们中锋从205，然后换下了去，可能进来是185。没错。哎，李允杰其实，在场上他其实的一个作用嘛，你看他上高位挡人，去低位要球，不行再绕出来去拿外旋投篮都可以哦。所以大家才会说，南山真的是兵多将广的一个球队。陈怀宪出手，吴念哲没有篮板。看到林允哲、林允杰抢到这个篮板，可惜没有放进。黄柏轩很快推进，给到田凯恩，左手上来两分拿到。田凯恩这名小后卫，水里国中是入这一个原住民球员哦，速度非常的快哦，是也是2年级。也觉得是高院后场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田凯恩他其实，因为他跟黄柏轩都是比较矮小，在170出头左右，所以他们在整个后卫这后场这个位置上的竞争是蛮激烈的。是。那等到时候新全年要报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球员，包括高度，包括整个球员的一个情况。是。我这后场要不要报那么多？林凯恩在这个时候又飙进了一个三分球。我一个小拉杆之后，两分拿到。魏佳豪，今年他也很有可能是陈佑伟之后的第一个替补的控球后卫。对，以这个情况来看是有机会的哦。是。底线的田浩，什么空档没有把握住。其实相较于，高院他这边在一年级上会开始有人出来打球，派上场外。南山这边是比较少啦，是，就他一年级基本上这支打小队哦，那在阵容方面哦，今年的南山他其实在一年级他招生上有两名超过190的球员，一名是张兆成，194左右的左手长人哦，能够投三分球能分球，是来自乙级新北综合国中，是，另外一个是林佳龙，他的对抗性比较够，也是190几公分。是新北光荣国中甲级出身的球员，甲级光荣是 JHBL 八强的球队，所以这两名常人他们其实在打乙组，一个是比较身材比较瘦，一个是比较快的，是，其实这两个球员我认为也是蛮有不错、蛮不错的潜力的球员、啊、是。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一分半钟左右，吴冠宇在进去的时候被抓了一个肘部位力。林凯恩推进，再分出来。洪柏轩什么外线的空档没有？篮底下吴念哲没有放进，杨浩伟推进到前场，犯规之后，那裁判是吹这个球进算，而且还有罚球的机会。然后这场比赛可以看出他的个人能力绝对没有问题，不过在进攻选择还有防守上，就是他在高一的很大的一个课题了。其实我觉得高院哦，
应该在也都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如因为接下来就了解，目前大家只在松山。那松山呢，24号将飞到西班牙加利群岛去他们的篮球学院去异地训练打比赛哦。不然的话，其他球队基本上现在都进入休息期、调整期，然后要等到9月中，最快要等到9月的时候的残奥杯去打比赛。是。所以我觉得都还要看到调整跟适应啊。是。比赛剩下最后的30秒，这时候高院是喊出了一个暂停。回到第四节最后的比赛，由高院发一个边线球，然后喂，往里面又是一个身外线出手，没有，篮板球是掌握在男生的手上，差一点是被杨浩伟给抄了下来。漂亮的地板给球给到魏佳豪，可惜没有放进。只有10秒钟，从里面是吸引到了犯规。这罚球的是蒋浩文哦，也是1年级的球员哦。是。他是来自彰化深港国中的球员。他的哥哥是蒋浩伟，现在在同德家商啊。是。蒋浩文的母亲是泰国人，所以蒋浩文的肤色偏黑。是。大家问他说你是原住民，不是，不过他母亲是，据我了解是泰国人，所以这名球员其实也是1年级，他的篮子还不错了，不过这出赛时间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是。这时候场边喊出了一个暂停。回到最后的比赛，发进来给到田凯恩，2分转了一下，再补，最后是白先生2分。我比赛也在这里告一段落，中场南山就是以85-69顺利的击败高院工商，赢得这次的季军。那么也请陈文哥简单为我们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吧。好像南山高中他们在整个阵容上哦，跟
调整上其实是蛮理想的，虽然说这些先发的主力也有点疲惫，因为这阵子的征战，那但是我觉得他们准备的蛮充分，就是板凳球员上的一个衔接战力是很明显。是。那高原工商的话，我还是在讲的说，他们在整个阵容上的调整，但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子打。那我想他们其实是有能力更好，那只是等之后恢复期来看他们能够到什么。因为两队其实，在新训都蛮被看好的，先姑且不论说能走到哪一步，但他们的夏天不会是他们的高峰期啦。是，我也是陈文科，也是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这场比赛。我们下一场精彩的冠军赛再见喽，拜拜。拜拜。